打艾克，这打艾克我可太有经验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敌军卡米尔都来，我辅助卡米尔，辅助卡米尔现在挺厉害的，也不能说挺厉害吧，只能说是把双刃剑。他看没看到这个眼？视死如归，感觉像看到，感觉要是就是没看到。读一手。应该是没看到的。全军出击！卡站那位置可能是有眼，他站那位置给我卖了。他站那位置有眼的话，艾克就不会红开了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感觉有点奇怪。看到了，还好。看了一下草。保护忠良。闪一闪，闪掉，等他交闪。躲我呀！我会躲 W。啊！正义的惩罚，不闪我就不 EQ 嘛，这时候再 EQ 挺稳的他，但他这个血量刷不了野。给他野反了吧，刷他个三组野，他残血没药没闪现。回趟家了，直接越算了吧，这不越了可能会炸。换个扫描再来个眼，这会艾克应该在刷他第二组眼。我去红区看看他有没来偷。但中路死了，上路没线权。我们虽然打得过他，他摇人的话就打不过了。看一下，并肩作战吧。这会应该也到三了。直接去下半区吧，上半区没看到他，发的有点慢了这个人。他速度稍微慢了点。给我找些我们现在不露点，他是不敢进我们野区的，他现在比较怕。打完蓝 buff 去，你这胆子真的大啊。嗯，躲一下 W 先别急，把虫子拉掉他就死了。你好像有点，你怎么跑？就在今天。
啊，要来偷我 F6 往上靠一下。战斗之心，方休。没有。要给他抢走。你敢违抗我的意志？这个钱的话，直接十字镐加长剑，可以多十点攻击力，而且不会卡装备。兄弟姐妹们，并肩作战。这不先别进他野区了，我们中路没线权，先升波六来。三六再去抓他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来了，这排他要走，要放出三个。不是你他妈只会在后面 W 捡人头吗？为什么不跟呢？这卡莎，他刚才在旁边看了什么？我就搞不懂了。我都二三个人直接走过来，直接三打二。我前面这个人头也是我自己单杀打到一丝血，他过来给我抢。我不知道他刚才在旁边观战干嘛。有很多玩 AD 的他都会这样的，就先让队友在旁边打，他在旁边等，等你打到一丝血他再给技能来抢。等于第一时间上的话，队友不用死能杀对面的。怎么没大在了？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这卡米尔开始游走了，辅助也动一下吧。中路三v三感觉可以打，他们中路状态不好啊。我来了，来个风，他大不行，他们中路是没血，应该回家了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呀，老弟？卡莎来了，阿米拉来了，我必须进塔，我走不了。
可以，这波亵渎有了。我说这艾克怎么敢过来呢？原来有爹来了。抢了头又不动，又要被现杀，很烦这种 AD 啊。来点作用。没 W， 这 T 毛这血他估计要愈，但是我们打超人有提醒，可以试一下，因为 T 毛这英雄成本值很高啊，这边有提醒，我觉得他也会愈。你看来了来了，我在呢，别跑，反应这么快，有眼吗？这也没眼。纯反应，我觉得还是曹操估计提醒了他，他有警惕心了。这边 AD 四个头了，中单三个头。他们这两个双 T 起来不好打，不是吧？零杠四的艾克要赢游戏吗？不会吧？这么 crazy， 鲍鱼金币。一下打断一下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还行。哇，这东西好恶心啊！你看都不能看他一眼，知道吗？因为看一眼你就会死。哇，这艾克就啥事不做还能反我野，好憋屈啊！打的我明明优势野区里面给他干爆了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这游戏公平吗？哎，好难受玩的我。兄弟姐妹们，没办法，并肩作战吧。压你两级，多个多蓝，多个点蓝，哎，杀你都裸装的一套都能瞄你的鬼东西。这合理吗？英雄联盟设计师，格玛西亚，永世长存，这合理吗？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我们核心两件套一定要先买了，还装之后再买。刺客一定要先秒人，秒不了人的刺客就他就不能叫刺客了。亚雷，走，是屁去吗你？在你的野区拉屎。叫爹也没用，叫爹我也要杀你。不仅要把你杀了，还要走。哎呀，换到上个版本的话就死了。回调这两秒太关键了。
这种极限操作才能打得出来。没扫到我，感觉像扫到了，但是不一定。我那位置比较极限，看他会不会对草里打一炮就知道了。那应该是扫到了。这个车，先差一点点。这波杀人剑很关键啊！杀的慢的话，这把就没定要杀的快，给他开分一下。把红蛋消下来。第三件的话，对面不堆护甲就可以出影魔刀了。堆护甲的话，还得来个青羽。有了这两件，才能保证我们的伤害一定能秒对面，节奏能起得来。这卡莎给他吓到了，他不会卡视野。把血都给他做了。没眼，兄弟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他杀没拉什么装备呀、啊？水银鞋可以杀他，看他来不来。等个大，他怎么走？总当死就在今天，放下可以给他秒了，退一下。杰斯来了，有点多、啊、立刻起来可以杀，这都买得好，反向 Q 救一下辅助。一波默契配合，这苍蝇婆要来了。2800大影魔刀，看你怎么杀我。大影魔刀出了，大影魔刀买了就可以先不用管他了。不要出拜魔会断节奏的，而且现在拜魔没有性价比那么高啊。拜魔比较适合坦克，出这种战士之类的还是得出影魔刀，不然你会发现你坦度又一般，然后你又打不死了。所以大影魔刀就不会断节奏。现在可以站到阿凯丽脸上玩了，将近200的魔抗，大影魔刀盾加我 W 1000的护盾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。
他买帽子了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顶得住买帽子了，感觉他有点蓝在，我应该是顶不住的，主要他点蓝 A 一下，我那个盾没有用啊。我记得他有一部分技能伤害是物理伤害的，有点多。这被锤一下就死了。感觉阿卡丽玩的挺菜的，但他就是能杀人啊，没想到有两个盾。求死！我盾呢、啊？他还怂了，这个其实阿卡丽玩的很菜的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他刚刚完全不需要闪 A 下我就死了，但他还是要闪现。不是我那么大一个盾就没了吗？怎么感觉跟没有一样呢？我前面触发了吗？我没注意啊，你们帮我，你们也不提醒一下我，我的，待会儿注意点。主要是打了一晚上了，而且今天全逆风翻盘局打了很多啊，比较费精力。今天录像建议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今天比较精彩的，奔两路奔三路都 C 了，都翻了。今天打的翻盘局挺多的。我一给哪里看到我，也是没去，应该没打到了。再来颗灵感九了，再来一次诚实了他。开始享受鲜花掌声。为了父王。视野扫到我了。我们感觉他这勾手跟阿克上一样，还撞了一下。只是拉到大龙来比较好打一点，这个 T 猫可以丢蘑菇啊。这 T 猫瞬间就融化了。退进，甚至觉得这阿卡丽可能都没给二。先秒了个开被动，这么果断。
那点燃烧死。退下，盾还在。右边带一下。往右边带一下，我卡士也可以 EQ 中的。打完团看到长远他又来捡了。我这个 AD 每次经济吃了他不做事儿的，然后每次等打到一丝血再过来。我们得注意一点，我身上的钱比较多，他们肯定很想杀我。对面这个阵容等于五 C 阵容的，全是输点。六杠三有个屁用，还不如永恩的六杠七呢。直接推了吧，可以三路全拆了，但这边全死了。戴克零杠十一了，哎，我这。你收徒算了，太嘲讽了，这 不符合我们的风格，也太张扬了。主要最近收徒这个挺火的，其实卡米尔跟皇子有点像，也不能有点像嘛，是皇子的 上位替代品。他以前强势的时候可以打野就完爆皇子，皇子能做到事情他 都可以做到，他能做到事情皇子就 做不到。就一个 EQ、啊、然后一个 R， 所以他现在不能打野了，刷野太慢太伤了。以前还是可以打野的，他要是这个、英雄要是能打野，皇子就野区没人玩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的所有的属性完爆皇子，所以他刚才敢那么跟我们打。大影魔刀。
快两点了，还打不打呢？算了，周末再打一把吧，再打一把好吧。这撞粉号二连胜，伤害最高，下一把。关注没点可以点一下，荧光棒没送可以送了。